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，这里是基本的对数方程式。我说这两个相等球 AK 怎么算？我讲过，看到对数不好算怎么办？可以改成指数怎么改？把底下给放大，两边堆颠倒，变成二七分之一，这几次负三分之二四等于七 AK 4。所以说麻烦你把它算出来行不行？怎么算？二七是三几次？三次。 再分母加负号，次数对次数内外相乘，乘起来三十几次，两次，所以答案是9。OK。